日本出的吗？你看过？你跟谁看的？芭比。啊，你没有看过。那你可以讲给我听吗？可以哦。那这本书叫什么 ？Takes a city。Takes a city 不是吧？你乱讲。It takes a village。Takes a village。对啊 ，It takes a village。才不是 It takes a city。It takes a village。What does it take to change the world? 要怎么样才能改变这个世界呢？需要花什么功夫呢？我们来看看吧。It takes a village. It takes a village. Sometimes it takes a child. To make a village. 你看，好多不同的人在做不同的事情。有这些人才能组成一个村庄。We all have a place in the village, a job to do, and a lot to learn. 你看，每个人各司其职，在做不同的事情。他们是要一起盖建造一个村庄，对不对？材料都准备好，开始动工了。Kids don't come with instructions, but neither do grown-ups. 所以并没有详细的说明该怎么做。所以呢，大家要一起同心协力，一起摸索，找出办法。Every trial needs a champion, or two, or three, or more. 你看，他们开工了，大家都在做不同的事情。有人负责运石头，有人负责这是在干嘛？找工具吗？然后呢，有人负责搭这个梁柱。有人负责做框架，有人负责敲敲打打钉钉子，哇，还有更多更多的人把这个基本的结构把它组起来了。And the right tool to get the job done， 重点是要拿正确的工具，对的工具做对的事情，才能很那个事半功倍把它完成。Every family needs help sometimes， kindness。And caring and sharing matter. 所以呢，每一个家庭都需要帮助，他们互相帮忙，要有什么仁慈的心啊，要照顾别人啊，要分享你最喜欢的分享，对不对？这些都很重要。Playing matters too. 我咬一口。还有呢，休息时间，玩乐也很重要哦，谢谢小小明的分享。我们要认真工作，也要认真的玩。你看大家都在休息，在野餐，有人在放风筝，这里有人在玩你最喜欢的那个 parachute 降落伞。And resting, because the world is in a hurry, but children are not. 他说还有呢，适当的时候要休息，休息才能走更长远的路。因为呢，这个世界有的时候大家都太忙碌了，大家都赶着要做一些事情，但是孩子们并没有啊，他们有很多的时间。你看小宝宝在睡觉，他怎么了？他受伤了，妈咪在帮他贴绷，那个 OK 绷，对不对？The village needs every one of us to help. 他们在 build 一个 playground。他们在盖一个，好像是啊，在盖一个那个小朋友的那个游乐区。The village needs every one of us to help, and every one of us to believe in each other. 所以要完成一个村庄，一个村庄需要什么呢？需要大家互相帮助，需要大家互相信任。所以他们在干嘛？他们在盖一个小朋友的游乐场。Children, 盖好了，盖好了吗 ？Children are born believers and citizens too. 盖好了，他说小朋友生下来呢，他们就懂得去信任别人，而且他们就是这个世界的子民，对不对？好漂亮，游乐场上还开满了漂亮的花。Let us build a village. 我们一起来盖一个村庄吧，来盖一个小朋友的世界吧。Worthy of all children， 所有小朋友都可以来。芭比回来了，你看完成了，有溜滑梯，有吊桥，有荡秋千，有椅子可以坐，好，还有中间很多漂亮的花。嗨，芭比，哇，好漂亮哦！太阳下山了，夕阳红红的，好美。所以这本就是什么？
It takes a village. 你有没有发现这个旗子上面有各个不同的城市，好多好多的房子哦。然后后面是、嗯、哦，后面是那个希拉蕊·克林顿，是不是？看看他这边有写 ，Followed by somebody by Melina Marine, The Washington Post. We are getting image.Bobby, is this picture of Hillary Clinton? Oh. How? The end.